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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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
IG 上面就是跟你们讲说我会去兰高屿玩，然后我会拍个 vlog， 这个 vlog 类似给你们控制我一整天的行程，可是也不是讲控制啊，就是 IG 决定一天，我会给你们两个选择，票数最多的那个我会就是跟着去做。然后今天是我们在兰格利第三天了，为什么今天才拍呢？是因为第一天我还没有适应那个环境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，就是没有什么拍哦。然后第二天就行程满满，因为我们14个人来嘛，所以就他们安排好了行程，所以时间有点紧，我就没有拍 vlog 啦。今天是自由行啦，所以我就选在今天来拍哦。所以刚刚我就有在 IG 上面问你们我今天要穿什么，然后我就 post 了两件裙子，对，然后票数最多的人是选红色裙子，这样我现在就换好。 OK， 我已经换好了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很这样。其实我不太想要穿这件，可是你们很多人选这一件，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哪里都没有去嘛，就是已经带了这样多美美的衣服，又不可能不穿了，所以就打扮一下，就给你们选哦。可能等下我就会穿回黄色那一件了。对，现在我在想我要不要 buy lens 啦，我已经在 story 那边问你们了，问看你们要不要 buy lens。今天的行程是男生他们去自己安排他们的行程啦，然后我们女孩子就是我啊、Cindy 啊，他们自己女孩子去逛街哦，所以。等下会去买一些手信啦，然后那个手信就是你们觉得我要自己付钱买手信好嘞，还是 Iron 付钱买手信？所以我就 post 了在 IG Story， 你们帮我选择。OK， 我们等下见。我知道答案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 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啦，所以不用投票了。其实，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已经可以直接性的知道答案了。所以你直接给我讲 B， 你给我钱，我要去买那个手信。所以我们就要愿赌服输啊。OK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啦，然后 Ivan 也已经跟他们出去了。现在我要过去隔壁房间找 Mindy 跟 Jasmine， 你知道他们，然后我们要出门聊啦。OK， 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长这样子，一个很大的泳池，然后隔壁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。OK， 现在我们过去找 Jasmine， 这是他的房间。哇，女人的世界，乱七八糟的。是哎，我们订了，现在海刀，然后我们直接叫他送来兰高屿，所以等他们准备好，我们就出门。Jasmine 穿得很可爱，整个沙滩的那个风格。我们已经开门了，我们要走这一条路过去。现在我们在海边这边了，可是蚊子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是可能快点拍好照就快点走人了，因为太多蚊子了。然后他们现在在拍照。OK， 因为刚刚那一套衣服拍照没有很好看，所以我直接换刚刚你们投票的那个两件衣服的那个黄色衣服，我现在换掉了，所以我就穿这一套衣服拍照。OK， 我们现在哇很晒，我们现在出去吃自助餐，对，就是边驾车。今天我们到吃的地方了，我们吃韩国餐。OK， 我们现在坐下来好啦，然后准备点餐。然后我已经有在 IG 上面发布问 story， 就是 Jasmine 点餐还是我点餐？因为其实我们六个人出来，他们 couple 这样，我跟 Jasmine 就 couple 当中。你们帮我投票一下，是我点餐还是 Jasmine 点餐咯？
赛吃饱了，然后刚刚有在 IG 上面投票，男生给钱还是女生给钱？当然是女生啦，要问的呢。结果投票最多是男生啦，所以男生给钱，耶、yeah！ 哎、在场有两个男生，要怎么办？你们剪刀石头布，看谁要给哦。叫服务员选，叫服务员选，叫服务员选。Okay. Pay this meal. I pay or he pay. You just choose. You choose wisely. Choose wisely. Who pay this meal? Who? 给钱。You guys are so much. 给了，谢谢你。It's okay.OK， 他们讲我很像这个 McDonald 的工人。我现在穿全身黄色，所以他们讲我很像他。然后你们觉得我应该要去学他吗？我在 Story Post， 你们帮我决定投票这个人。我们回到来酒店啦，所以现在我们想要来游泳，因为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啦。所以咧，你们想要看我穿这样下水，还是换泳装下水？这个是泳装，这个是我的出街衣服啦。所以你们想要看我这样子下水，我已经在 IG 上面 post 了，你们帮我决定哦，对我好一点 ，OK？ 我已经换好泳装了啊，你们对我真的很好，我以为你们会抓到我。最后你们还是选泳装，谢谢你们，这样我可以正常的去游泳。OK， 你们想要看我自己下水嘞，还是被人家推下水 ？OK， 给你们选，我相信你们会对我很好啦，因为你们都选泳装给我正常去游泳啊。这样我再给你们选择一个东西哦。OK， 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们这一次没有对我好，我要被推下水。OK， 现在我要下水了，然后你们投的票是被推下水 ，OK， 所以我现在准备好了。我等不及了。你等我坐好先，你等我。等我站着吗？不可以坐着。站着，这样，这样。没有，你不会看，不要看，等不及啊。关闭格。很恐怖的。I can show you the world。对。落地開花，春歸迎來。超大的衣服穿。OK， 我就这样被推下水了。啊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游泳时间啦，然后也不能拍，因为也不能一直一边游一直拍。这边的泳池也是蛮不错的，然后晚上哎会很漂亮，它会开灯啊，然后。它就有那个好像蓝眼泪这样子的东西，就很漂亮一下。所以现在我要把 camera 收起来了啦。一二三。对呀，这不你还比较粗样啊？耶、yeah, ，回家了！耶、yeah, ，回家了！耶、yeah, ，回家喽！